桂林县志东乡甲西里镇所出产的豆皮甲豆包，产量是占全国的70%，煞真少人知影。现在志东乡农会计划要甲优质的企业来合作，拍品牌，推出市面上比较较罕见的非基因改造、无经过加工豆皮包装，要来抢顶级的市场客源，嘛打造志东豆皮优质的形象。唔盲讲，大家若是要买豆皮甲豆包，就会想到志东乡。天气渐渐寒冷，这季过了，上受欢迎的豆皮需求量也对了增加。这豆皮豆包的生产地启动中，最近地方农会都计划和优质豆皮加工业者拍品牌，推出这市面较罕见的非机改、无经过加工的豆皮包装。过去我们都没有品牌，我们只是一个代工厂，所以站在农会的立场，我们想要推广黄豆。在地生产的非机改的黄豆，所以我们从豆皮工厂开始着手，我们倒推回去来开始找农民。志同乡农会在今年创立的这个豆皮的品牌叫志豆赏，那我们今年推的是这个腐竹，是比较跟传统的豆皮比较不一样。腐竹是豆皮没有经过油炸，它叫腐竹。在外面大家看到可能是一块一块的，可是我们希望赋予这个腐竹一个新的面貌，它是属于一个比较高级的这样的一个食品。第七栋冲中树豆皮需要一斤20万年零星添，为了好消费者食健康安全，即进口每公斤5块飞机个黄豆，都是坚持安全用心。即几年也黄豆加工产品也外销到国外。我们那边是拢用非机改嘛，它机改食品袂当制品，啊，所以阮有做甲厂商配合是做罐头，交过用过。啊，因为大家烦恼讲外口加工的那个油品的品质，有当时啊咱看袂着，甲会烦恼。啊，没有加工的话，你是回去可以自己直接用也可以啊，然后再油炸过去，过油炸过嘛会使，油炸过是较有迄个香味啦。为了提升消费者对志东乡的豆皮印象，志东乡农会唔拿品牌特别设计，也应现代小家庭的需求做小包装，并且请人制作食谱料理，好消费者在采买时阵感受到分享在地食材用心。大家看到这个上面这一张的包装纸，其实我们有八道的豆腐竹的这个食谱在里头，我们请高雄餐饮学校的老师帮我们做的一个料理的食谱。你如果是一个年轻的妇女朋友，你平常上班很忙，你回到家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，其实你就可以做出美味的料理。志东乡农会表示，不仅这部经过豆皮包装，又给今年彩地农会通路开始和大家分享，也真欢迎民众来分享料理方式甲询问。记者李克山差不多。